觉得夏天男生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及膝的短裤，然后呢上面有一些刷色或者是一些破损的处理，身上的饰品比较突出的应该就是这个腰链。那这件皮衣呢，我个人喜欢它的几个细节的是它这个袖口的部分的这个拉链的设计，对，让它单边的这个对称的一件，它是外翻式的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把它完全的扣起来，它就会包住。那呢，你敞开之后呢，它就会呈现出一个V 型的一个 shape， 会让你的身形看起来更有线条。